由体障人士协会和新传媒联办的第五届真情无障碍电视慈善筹款节目，截至今晚十点，共筹得481万元的善款，超越350万元的目标。今年的主题是梦翱翔，表演者发挥各自的艺术才华，真挚演出。除了新传媒艺人和体障人士，还有来自台湾、香港的海外艺人齐心表演筹款，筹款热线将开放到3月30号。